从北京向北1200公里，有一个美丽的冰城，它就是哈尔滨。在城市中心有一条大街，浓缩了这个城市的历史与精华。这条大街就是中央大街。这就是中央大街，它的历史甚至比它所在的城市还要久远，可以说是先有了中央大街，而后才有了哈尔滨这个城市。这条老街见证着这座城市的过去和现在。1898年，一条大铁路的修建，让大量的人流物流聚集到松花江边的一个小渔村。运送铁路器材的马车在泥泞中开出一条土道，这便是中央大街的雏形。随着大量外国资本的涌入，中央大街成了投资开发的热土，带动起了这片荒原的城市建设。以这条大街为中心，哈尔滨迅速发展，货物流通辐射到欧洲及太平洋沿岸，33个国家的10多万侨民在此聚居，16个国家在此设立了领事馆。哈尔滨逐渐成为远东的经济贸易中心，而中央大街则是这个中心的中心。中央大街成就了哈尔滨这个城市，也成为了哈尔滨现代历史文明的交织点。这条街道包括了西方建筑史上最有影响的4大建筑流派，涵括了欧洲近300年文化发展史。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马迭尔宾馆。马迭尔，俄文的意思是摩登的、现代的。它的设计者维萨恩根据当时欧洲最流行的新艺术运动思潮，设计并主持修建了这座具有鲜明新艺术风格的大楼，成为1920年代哈尔滨最豪华的宾馆。这座仿巴洛克式建筑曾经是俄国侨民会馆，俄侨们工作之余都要到这里来聚上一聚，小酌半杯，轻吟浅唱，或者来到圣索菲亚教堂举行宗教仪式。圣索菲亚教堂于1907年开始动工，1932年落成，是远东地区最大的东正教教堂之一。富丽堂皇的教堂一落成，就成为哈尔滨标志性的建筑。
今天，当初的河桥会馆已经成为哈尔滨教育书店，但是充满俄罗斯风情的生活方式依然在中央大街保存下来。红肠、列巴都是俄罗斯食品，经过加工，符合中国人的饮食特点，现在已经成为哈尔滨的特产。通过餐饮，通过音乐，通过贸易，通过建筑，中西方文化融合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今仍有许多俄罗斯人生活工作在这里。今天的中央大街不仅承载着历史，还领导着哈尔滨的时尚。中央大街就像一个舞台，吸引着追求时尚的人们，而时尚的人们也装扮着中央大街。四季轮回，这里的每一个季节都有不同的风采。夏季，中央大街是消夏避暑的福地。冬季，哈尔滨人则用冰雕艺术装扮着中央大街。夜晚是中央大街最美丽的时刻，忙碌了一天的人们都愿意到这里来逛逛，看看充满异国情调的建筑，品尝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小吃。一条街造就了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因为一条街而骄傲。走在中央大街，踏过每一块方砖，感受到东方与西方的完美组合，把历史与未来连接到一起。
中国北方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在这个城市中心有这样一个地方，清幽静谧，集中着整个青岛最美丽的景致，它就是青岛八大关。在20世纪20年代，青岛在市中心修筑了八条以中国著名关隘命名的道路，它们分别是山海关、嘉峪关、武胜关、宁武关、居庸关、韶关、紫金关、正阳关。于是这一片街区便被人统称为八大关。走进八大关，不用看路碑，只要看一看路边种的是什么植物，甚至只要闻到花香，就可以知道是走在哪一关上。这些树木随着季节更替，从春初到秋末花开不绝。春天，韶关路上的碧桃盛开，接着宁武关路的海棠也如火如荼，艳红成片。夏季是正阳关路的紫薇尽显风姿的时候，秋天嘉峪关路上的五角枫和居庸关路的银杏把街道变成了金色的海洋，冬天临淮关路上高大的龙柏常年透绿，一场雪过后紫荆关路的雪松更使人流连。美丽的植物装点了街道，街道承载了植物，八大关上风格各异的建筑就隐藏在这树木之间。这座古堡式的建筑被称作花石楼，它是一座俄罗斯建筑风格的哥特式建筑，又融进了希腊式和罗马式的建筑风格。由于它通体都是由经仔细雕琢的花岗石修砌而成，所以被称为花石楼。花石楼的顶层是观景台，在这里既可以眺望大海，又可以遥看整个青岛市的风光。这座参考了安徒生童话中的意境设计的建筑是丹麦公主楼。1931年，丹麦王子乘坐游轮来青岛游历，被这里奇异的风光所吸引，就委托丹麦总领事在这里修建起了公主楼，希望下次带自己的公主新娘来此下榻。遗憾的是，楼修好了，却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公主没能成行。虽然丹麦王子的公主没有来，但是由于八大关依山傍海的风光，风格多样的建筑吸引着青岛市以至整个山东省的新娘们都要来这里留下他们新婚的纪念照。那我们摄影师可以在这种环境当中可以抓拍他们最美丽的瞬间，可以把这个最真实的感情和浪漫的这感觉都可以凝入到镜头当中，记录下他们最美好的这瞬间。
八大关的美丽静谧，不但吸引着摄影师的目光，同样中国的许多文化大师都曾经在这里驻足。这座看上去普通不过的住宅里，曾经居住过中国文化巨匠沈从文先生。沈从文先生在1931年旅居青岛期间，几乎每天都要在八大关散步。八大关的寂静给大师的思想带来空灵。一直到后来，沈先生的文中还经常回忆起在八大关看到的场景。海边既那么宽广，无涯无际，我对于人生远景凝目的机会便多了些。海放大了我的感情和希望，且放大了我的人格。建筑、植物、人文，共同组成了八大关，让青岛八大关成为一方独特的景观。